夏木，这个名字很特别啊。随我妈姓了，我妈叫夏金兰。自己亲妈让兄弟杀了，你就不担心他是带着恨奔着海川来的？当年明明已经拿着枪对着歹徒了，为什么不开枪？你要是想查海川，我帮你。海州案的凶手是六名生，又出来作案。你怕这个案子查下去了，你的秘密就不知道了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段视频如果公布出去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说的话吗？如果一个心理医生的心理出了问题，该怎么办？江木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我跟你保证，我亲手抓到的。我们海州案的凶手就是你。如果当年你开了那一枪，我妈也许还活着，你知道吗？